本影片由 iPlay Game 91乐游网赞助播出。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尚恩，专精晃的那一个。今天我们带来是艾薇呢，一等去反野的影片。通常艾薇有两种哦，很强的呢就是去反野反的地方不要不要的，第二种呢就是一等去双头。到底我们属于哪一种呢？马上揭晓哦。这边我们本来想呢最多来两三只哦，竟然来了四五只。我们吃惊之下呢，看一看敌方的名字，竟然五个都一样的哦。看来我们再次的单牌撞上敌方五牌。竟然如此呢，我们死掉的话只好来抽个奖哦。乐游网呢是手机游戏的出资平台，它有赞助我们十组3450点券，只要你有订阅呢都有机会抽中哦。详情呢请到影片下方的链接。刚刚我们虽然交出一血哦，可是敌方损失了中路跟上路的兵线，还有我们打野呢也吃了三个 buff。如果你觉得直播交换呢划算的话，请点个喜欢，还没订阅请订阅哦，打开铃铛才不会漏了通知。这边我们一点呢对上他二等是毫无畏惧的哦。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没有队友，而是因为呢我们有造型，有造型看起来就比较帅比较强哦，一个打十个的观念。虽然我们现在是四个打一个，可是都差不多了。那不开玩笑认证兽的话呢，我们刚刚上线的时候呢就已经存了三个兽灵，而敌方艾薇只有一个兽灵哦，一个兽灵打不过三个兽灵呢是当然的。艾薇的小技巧呢就是我们的兽灵命中敌方的时候马上使用我们的一技能，这样子呢可以刷新多一层的伤害，也会像我们队友吃古龙然后上去抓敌方的输出。没错，就是这个狐狸黏着他，敌方虽然赶来支援了可是也顺利收掉。这边把蝙蝠侠呢赶进凯撒的笼子再追上他，就我们领地补点伤害呢顺利把蝙蝠带走，然后再黏着敌方的艾薇一并带走哦。这一波呢我们马上赚回四个头，非常的赚。这边呢我们在有优势的情况下，队友只要把地图的资源呢全部刷干净，那样就可以稳稳的赢哦。刚好呢我们的领地又是一个射手，也跑得非常快，所以呢把整个地图从上路到下路的资源全部吃干净，所有的野怪、所有的 buff、 所有的魔龙、所有的防御塔都是没问题的。既然如此呢，我们就要吸收多一点仇恨了，把敌方的注意力都摆在我们身上，这样子呢我们的射手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发育了。我觉得呢艾薇是最适合实况主的英雄，毕竟呢我们实况主玩什么英雄都会被针对了，而艾薇呢刚好是一个坦克，需要吸引仇恨哦。他是那种快来打我呀，拜托你打我，有点特殊取向的英雄哦。我们刚刚的召唤呢竟然招来了一个猛男哦，一个沙尼大哥。据说呢沙尼是一个国王哦，身为一个国王呢拿着盾牌跟剑冲到战场的前线当然是非常合理的。那这边最大的小技巧呢，他们两只都没血了还叫了治愈，而我们的血量竟然是满的，有人知道为什么吗？那我们就卖个关子哦，周围的目标越多呢回血量越多，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说出来卡一卡大家。抓蝙蝠，可惜是我们的伤害刚好有一点点不够哦，让蝙蝠侠侥幸逃脱。我们大招绑住敌方的时候呢是完全无法解开的，那我们先收拾掉这个艾薇。同时呢我们大招绑住敌方的时候，我们受到伤害呢敌方也受到，因此呢我觉得艾薇非常适合带治愈哦，毕竟他带坦克呢恢复的血非常多，而且呢艾薇用得好的话也可以利用凯撒跟防御塔来杀人。那这边要特别强调一点哦，艾薇的二技能呢不要随便使用，使用二技能的时候呢消耗我们所有的兽灵哦，但是同时呢使用二技能的时候我们也会加速，所以最好的时机呢是用来收头或者用来追杀敌方哦。比如呢我们使用二技能之后快速接近敌方再用大招绑他，艾薇开启大招的时候呢会马上刷新三层的兽灵。虽然这边没有六线推塔呢可是小兵不多，感觉是退不掉。三下冲了上去，非常可惜哦，差一丁点呢就可以刷到敌方艾薇。敌方蝙蝠也是相当残血，但是能不能就不要贪心了，反正艾薇呢就是我比你更稳，就是稳到不要不要的，稳到敌方失去耐心失去理智，然后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新朋友稍微等一等哦，敌方消失地图上。下一波兵线呢到了二塔，我们还是以轻兵为主哦，轻道兵线的时候能再过去支援。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尽量要挑衅一点了，勾引敌方过来找我们。毕竟我们艾薇呢腿短嘛，主动去找人呢非常累哦，还要跑回线上。如果敌方过来找我们呢是最好的结果。如果你说敌方万一真的不过来找我们怎么办呢？那问题也不大哦，我们就把所有的兵线吃完，让我们本身肥滋滋。比如许多坦装之后呢，团战的时候我们就找敌方输出。最理想的是打野中路射手，把其中一只抓到呢，他们就死定了。虽然我之前的标题都是艾薇前期很强，一点很强很神等等，但其实艾薇呢打团战一点都不弱，甚至也非常厉害。他的二技能呢是大范围的缓速跟控制晕眩，而艾薇大招呢更是夸张哦，是一个完全无解的绝对压制。万一真的被艾薇绑到呢，就完全无解了。你只能祈祷你的队友呢不要打艾薇。假设你被敌方艾薇打到呢，你的队友在打他的艾薇，那代表呢你队友已经不爽你很久了。这边玩有治愈呢问题不大，然后占你的资源也非常及时，顺利收到敌方蝙蝠侠。看来他并不是每次都这么好运了。我们再找敌方的沙尼和一点血。艾薇呢最喜欢就是坦克，坦克对我们呢是没什么威胁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朝他吸血。这边兵线马上进塔，我们准备用我们的二技能呢来封锁敌方艾薇的去路。直播哦，顺利击杀，外加一座防御塔。可以看到呢，艾瑞创造效益非常大、哦。我们在下路呢拿了三个人头，一座防御塔，还有许多的小兵。那再让我们说一说我们装备的部分。我们知道出装的思路呢，就是敌方打不死我们，我们可以很硬很坦，然后不停的回血。这套出装呢，虽然没有超级高的爆炸伤害，可是呢我们的输出也绝对不低哦。一二技能呢跟我们大招就可以造成不少的威胁。然后呢，如果你觉得你需要冷却时间的时候，可以把第二件装备呢改成圣骑护盾。这边二技能接大招解决敌方莉莉安。我们刚刚说艾薇很喜欢坦克嘛，坦克可以帮我们回血。同时呢，艾薇也很喜欢脆皮英雄，毕竟我们也是有秒杀脆皮英雄的能力哦。我们可以用一技能消耗，二技能爆发。这有防御塔呢，还是有敌方英雄的时候，用大招绑一绑敌方的脆皮，伤害可是非常可观的。如果你说有没有那种我们开大招的时候呢，敌方全部停手不攻击，我觉得在 AB 盘以下呢都是没什么可能的。就算在 S 盘呢，我也不觉得大家会停手，除非敌方是三排或者五排，然后呢用语音来狂喊不要不要别碰艾薇才有机会了。像现在状况呢，敌方艾薇就是被他们的队友打死了，而我们还是满血。这一边呢，这边我们扎尼尔已经撤退了，看来我们也差不多要撤退。但比较大的问题呢，是沙尼跟蝙蝠还是有点空的。既然如此呢，我们只好交出门人头。这也可以做一个反向教材了，跟大家讲呢，不能太过激进，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哦，看来这边呢是一个逆风的开始哦，敌方竟然顺利击杀我们的领地。难道我们会由此而一落千丈吗？这一局来说呢，领地确实会怕蝙蝠侠，但前提是蝙蝠能够碰到他，只要我们视野能够做好呢，问题不大。而到了后期呢，等我们的领地买出了兵牌的时候，蝙蝠就秒不了他。而且呢，领地还可以在一些草丛、一些重要路口呢放下陷阱，这样子就可以曝光这个蝙蝠侠。领地的一技能呢，也能够看到蝙蝠的隐形。当然呢，蝙蝠侠是非常非常害怕艾薇的，在他杀人途中呢被我们绑到，他就要GG。过来这个灵鸟，把兵线全清。如果有买炎魔战甲呢，清兵速度会更快一些哦。假设敌方是一些近战英雄呢，比如夜叉，还是凯格乌斯什么的，就可以买一个炎魔战甲。影子注意到蝙蝠侠，反正看到蝙蝠的影子呢，我们就跟着我们的射手，有什么问题呢就点我们大招，把敌方蝙蝠侠压制住。
就要被扶在右侧。这边我们要做事情呢是独自敌方哦。我们的兽灵呢在草丛也是可以被看到的。不知道呢这个是 bug 还是故意的。这里我们来支援一下我们队友来攻进上路。OK， 我们二技能控制到多个目标。再来说到敌方的九尾妖狐，外加一座防御塔。这边看能不能弹一个防御塔，可是我们的 pass 还是被清掉。那没关系，我们先回去发育。蝙蝠侠在尝试推我们的防御塔，我们应该还是来得及赶回去。这边没看到蝙蝠侠哦，结果他绕过我们的野区呢，在抓扎尼尔。我们给他点资源，补个技能，就由我们的暴力小妹妹爱丽丝守在敌方蝙蝠侠。继续推兵线，这边我们已经买出了圣骑护盾跟长生护符。有了长生护符呢，我们补的血非常夸张哦，除非敌方呢有买降低治疗。还有他的经济呢比我们高很多，否则是打不死我们的。当然前提是我们的兽灵要在，不要随便使用二技能，使用二技能呢消耗我们所有的兽灵。过来反个蓝哦，这边我们并不需要，把蓝给我们队友。OK， 运到敌方莉莉安，结果莉莉安利用多段位移逃脱。我们转移目标抓敌方的坦克，虽然抓坦克没那么好，但是无余下也好，一边那个地方蝙蝠侠，然后再抓敌方后排，再跟上去，就一边带走敌方剩下艾瑞，而我们是死了林迪。这边我们觉得可以再继续的压制哦，由于我们也吃不了凯撒呢，就推推防御塔，能拔的就通通拔掉。敌方艾瑞要守下路呢，就推敌方中路。这边我觉得呢，我们队友还可以去推上路兵线了。这边看到呢，我们队友打算打这一波，虽然我们打野还没到，可闪电侠呢进去大招绑了多个目标，敌方就要治愈，可是还是交出人头。哦，这边有点可惜呢，我们没有救到我们的闪电侠。这边敌方有四个人呢，但是问题也是不大的，毕竟艾瑞是打不死的，只看我们血量呢越打越多，到最后满血。而敌方血量呢，则是全部空了。哦，再次死了四个。这波全新的兵线呢，看来能够直接狙狙。最后呢，终于确定敌方主堡赢了这游戏。艾瑞玩的好关键呢，就是我们的兽灵哦，尽量保持三个兽灵在身上，然后就是二技能跟大招的使用时机。二技能呢，就不要乱用了。最后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有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所有的留言我都会看哦。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记得按赞、订阅、打开铃铛，打开铃铛才不漏影片通知。最后呢，我是尚恩，我们明天见，拜拜。